Apple Pro RAW 是一种由苹果开发的图像文件格式，可让您在编辑照片时拥有更多控制权。它结合了标准 RAW 格式中包含的所有数据，以及 iPhone 的相机处理功能。这意味着您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曝光、色彩和白平衡调整选项。Apple Pro RAW 结合标准 RAW 格式的资讯与 iPhone 的影像处理功能，让你在编辑照片的曝光、颜色和白平衡时能有更多弹性。iPhone 相机拍摄 Pro RAW 格式的影像，还可搭配使用智慧 HDR 深度融合或夜间模式功能，可以在照片 APP 和其他第三方照片 APP 中编辑 Pro RAW 照片。标准 RAW 格式会捕获相机感测器捕获的所有数据，这包括曝光、色彩和白平衡讯息，但是它需要在编辑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改。iPhone 的相机处理功能会自动对照片进行调整，以获得最佳效果，但是这会导致一些资料遗失。Apple Pro RAW 结合了两种格式的优点，它捕获了标准 RAW 格式中包含的所有数据，并且也利用了 iPhone 的相机处理功能来提供更好的预览。iPhone 若要拍摄 Pro RAW 照片，请前往设定相机格式，然后开启照片拍摄下方的 Apple Pro RAW。 要拍摄 Pro RAW 照片时，请点一下相机 APP 中的 RAW， 然后拍摄照片。如果关闭相机 APP 中 RAW， 照片格式会预设为你在设定相机格式中相机拍摄下方所设定的格式，高效率 HEIF 格式或最相容 JPG。 拍摄后照片将以 Apple Pro RAW 格式储存，您可以使用任何支援 RAW 格式的图像编辑器来编辑这些照片。